母亲，喝些牛奶吧，你得好好睡一觉。你是真的关心我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，叶叔，今天我终于卸下了重担，家休息，孙儿也随他远去。陛下是我唯一的依靠，如今他也，明日一早我就启程去尼居律院，追随佛陀，做他的比丘。母亲，我告诉过你，今早他已经动身去祈愿了，您忘了吗？女人是不能做他的弟子的，他证得真理，第一次回贾毗罗卫的时候，我曾经向他请求，求他收下我做比丘尼，他却回答时机未到。你曾是佛陀的妻子，他是会迟疑不决的，或许有不便之处，可我是他的母亲啊，我还有一些贾毗罗卫的女信徒，今晚就穿好那衣，出发去祈愿，向佛陀证明，女子也可以简居修行，只要我们心诚志坚，佛陀一定会接纳我们的，我深信不疑。我也相信我的母亲，您这样坚定的信念我从未见过。姐姐，你一定要走吗？姐姐，我实在不忍心看您这样啊，王后殿下，您……我们已经失去了王兄，您也要离我们而去吗？我此生有你们这样的兄弟姊妹，我无以为报，我也相信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依然能掏行正法。别哭，孩子，不要流泪。我受戒之后，就传信给你。佛陀虽不在我们身边，也在注视着我们。祥光姐姐，爷叔就托付给你了，好好照顾我的女儿。别
再让他受伤害了。叶叔的痛苦忧愁就是我的，就算我不能代替您的位置，可是我向您保证，一定尽全力照顾好叶叔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他的母亲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波提王后也皈依佛陀了？佛陀就这么有魔力？佛陀，佛陀，佛陀！这一鞭将你交友不慎，这一鞭将你轻信别人。趁热打铁，正是良机。你信了他的花言巧语？只有利剑才能上阵杀敌，无刃之剑要他何用？这一鞭是昨天的大错。上我，王初凭什么是悉达多？这边给耶稣陀罗的挚爱悉达多。耶稣陀罗，这是送给你的。你没有东西送吗，悉达多？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我只要这一朵莲花就够了。今天，今天这一切都因为佛陀，都因为他。兄长，佛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虐待自己？为什么？我伤心，我的心伤透了，伤透了。这不是伤心的解决办法，按佛陀说的做就能平静下来。我不想平静，我不想平静，我不想平静，我不想平静啊，我不想平静。我天生天生性如烈火，天生就性如烈火。最危险的火焰是愤怒，最凶狠的野兽是仇恨，最大的陷阱是恶行，最可怕的障碍是贪婪。这些话不是我说的，都是佛陀的圣言。兄长，折磨你的是你的心魔，或者听听我的建议，
去做比丘和佛陀住一阵，你就不会这么纠结了。你得控制自己的内心，让它静下来。要是佛陀有公平一说，我的心早就平静了。小时候就是他，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我的幸福，我的平静，我的尊严荣誉，我的自尊，我的爱人，我的初恋，我的王位，你全都抢到了手，还被别人奉为上主西大道。不，我不会认输的，我要拿回你拥有的一切，一切，跟你作对到底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不会放过你的。门外有比丘来吗？万安殿下，您的脚怎么会这样？阿难孩子，并非只有男子才能成为比丘。我坚信，解脱之道，佛陀不会对谁有所偏颇。深入寂静的权利属于每个人。佛陀曾经说过，无论贫穷富有，可接触不可接触，都能加入僧团。我希望女子也不会再受到偏见。您们是如何到这里来的？我们从迦毗罗卫步行而来，这一路上我们沿途乞食才勉强果腹，还望你不要见怪我们。看您这样辛苦，我很心痛，可您也知道，女子是不能加入佛陀僧团的。很抱歉，您还是要回去。我们走了很远的路，不会再回去了。我们也能放下一切，绝不在比丘们之下。请您怜悯我们，替我们转达请求。我们不能从苦中解脱，就因为是女人吗？我们也有涅槃的权利，请向佛陀转达我们的信念，请他察知我们的苦痛。佛陀的内心包含对世间众生的爱，一定会慈悲接纳我们的。您稍事歇息，我会将您的请求转达给佛陀，我一定尽全力相助。
你有何为难，阿难？我有一疑问。女人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修行吗？她们能够入定，能成就阿罗汉果吗？绝无疑问，女人们力量无穷。那为什么不接纳她们加入僧团呢？释迦牟尼，我是波提殿下放弃财富地位，从迦毗罗卫千里迢迢赶来，一路辛劳，让她双腿肿胀，鲜血淋漓。为了证明女子也如男人一样能经历万难，她诚心合掌，只求能得到您的教诲。她说，女人也是人，也有解脱的权利，请您慈悲接纳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吧。七舍利弗、阿那律、穆建莲和大家射过来吧。晚安，殿下，喝些水吧。不，我不喝。在佛陀收下我之前，我不会喝一滴水的。你们所提出的净法是可行的，阿难，去向他们说明吧。如果您亲自前去，博士波提夫人会非常高兴的。我和我的僧团接纳你们成为比丘尼，并立下八条禁法，若你们都能严守，今日起你们就是比丘尼了。万分感谢。这些禁法由阿难来宣讲，请各位听好。一，比丘尼间应互敬互爱，不论年长年幼，戒龄多少。二，为期三月的与安居，比丘尼应依比丘近处修整，以便从比丘处获得指导。三，每月两次，比丘尼应派遣代表，请比丘定下斋日，以精进修行。四，雨季过后，比丘尼应参加自资仪典，在每月的满月之日，僧团中不允许发生任何冲突或不愉快的事。这一天，比丘尼应做出报告，展示和比丘一样优秀的修行成果。五，若有比丘尼违反戒律，需在比丘与比丘尼前悔过。六，在初学阶段后，应在比丘与比丘尼前当众受戒。七，比丘尼不得交谈或议论比丘之过。八，比丘尼不得向新入僧团的比丘讲法。你们可否受持？能，我们会遵守每一条禁法，将他们谨记于心，依此奉行。您可以为我们受戒了。带好食物和用具，随我来。
今日就为你们受戒。大家不要担心，制定法则，为了大家在僧团能平和相处，并不是歧视我们，遵守法则能让我们更好的修行。终有一天，我们女子也能够脱离束缚，以佛陀的教导从轮回中解脱，享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。兄长，多鲜明的对比，婆罗的一隅，佛陀在度化众生，可另一边阿奢士却让人们饱受战火荼毒。人们经历过战争才更渴望和平，总有一天会实现的，阿难。忍一忍，忍一下，战士，放松。快，医者，快拿药膏来，他在流血。快点，忍一下，战士，放松。血很快就能止住。我想回战场去。会的，毗舍离以你们为荣，战士。我们毗舍离必胜，我们毗舍离一定会胜利的。我们毗舍离必胜，我们毗舍离必胜，我们毗舍离必胜，我们毗舍离必胜。陛下，我军南面被冲了个缺口，大家都忙着逃命了。大军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再不设法脱身就要全军覆没了。您必须撤退，陛下。这些人都是怎么了，丫头？就为了抢夺别人的财产，非要见到鲜血不可吗？我好想哭。就算是佛陀那样了不起的人，给摩揭陀的臣民展示没有杀伐的和平之道，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他的话呢？他们要是能用心学，摩揭陀也不会唉声遍野。摩揭陀的臣民都信奉佛陀的教法，
但阿舍氏势强凌弱，肆意开战，多少无辜百姓就因为他的一意孤行死于非命。阿芒夫人，我们打赢了，摩羯陀大军都落荒而逃了，毗舍利胜利了。您听，毗舍利胜利的号声到处都传遍了。毗舍利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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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看，你看，有个毗舍利士兵受伤了，快去扶他上来。是。乌沙，快去请医者来。安全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你的英勇没有白费，壮士。你为毗舍利冒死作战，如今我们赢了，我们毗舍利胜利了。毗舍利胜利。伤口很深，他现在高热不退，那这药膏每四个小时给他敷一次，再过个一两天他就会醒过来的，我先告辞了。这便请先生。他可不像是小兵啊，他脸上闪着光啊。是呀，丫头，他的脸很明亮，绝不是个普通士兵，像是位将军。他流了那么多血还能活下来，你去吧，丫头，我在这儿陪着，直到他醒过来。都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没有母亲的消息。你的苦日子结束了，耶稣。奇缘来信了。人要是没了念想，还能保护谁呢？蒂普，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。奇缘来报，我是波提王后已被佛陀收为弟子现在女人也想进他的僧团。我就知道母亲一定能够做到，她做到了，我的生活也见到光明了。你高兴什么？你不懂，现在什么都不能阻碍我，我也能做比丘尼了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，耶稣，只等母亲给我传信，我就能加入僧团，跟罗侯罗和难陀在一起了，我也可以去修行了。
好啊，真好啊，夫人。你也要去学那些女人上街讨饭了？嗯？你想过没有，耶稣，这什么宝贝没有？那有什么？嗯？能见到他。你犯了个大错，耶稣。听我一言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你以为进了僧团就能让佛陀回心转意吗？我已经不再会那么想了。现在我心里没有一丝爱欲。你得明白，佛陀在那儿只是位导师，不是儿子，也不是父亲，更不是丈夫。好好想想，耶稣，你在那儿吃不好，还得不到尊重。睁眼看看，耶稣，你在这儿拥有一切。再看，到了那儿的待遇，王室至高的权力，钱财珍宝，这些东西是比丘尼能有的吗？你日子会很难过的，耶稣。佛陀说过，人的悲伤、私情，都是源于自己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暴露了内心的缺陷。要是因为我，就听我一句劝吧。你眼中的欢乐，其实是不幸。你迷恋荣华富贵太久，要把心门敞开，才能懂得生命的真理。你丈夫的心才是肮脏不堪的。他的心中是无限的大爱，在慢慢地传播给众生。我们之间的联系，你是永远不会懂的。但我还是想再给兄长你解释一次，我们彼此心灵相通，生生世世都将会连在一起，所以才能那么深刻地了解彼此。即使我做不了比丘尼，也能时时刻刻感知到他在这世上的某一处。现在哪怕他不在我身边，我们也不会分开了。我要奉行他的教法，以他作为导师。我们的婚姻非同寻常，兄长，他超越了自然的界限，距离是不能奈何他的。总有一天他得做我的奴隶，否则我……你敢动他一下，我就剁了你的手。再色眯眯地看着耶稣，小心你的眼睛。路，滚开！要是我小时候能打醒你，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给我牢牢记住，听，耶稣陀罗要追随他的上主。你想给他使绊子，得先过我这关。耶稣是我的女儿，听清楚了吗？我会给他摆平一切。滚出去，滚！
别怕，冲啊，冲啊！想想你的荣誉，不能放弃，冲啊！你个懦夫，冲啊！给我上！壮士，你为什么怕死？醒一醒，壮士，壮士！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儿？在皮舍里。皮舍里，我应该在战场。对你这样的勇士，皮舍里很光荣。皮舍里打了胜仗，俺奢氏已经战败了。不！老上主，来人！正是喝了这个。上头什么时候能好啊？我真不想让他们好得快。伤口不尽快愈合，你坚持不了多久。我可不是那么容易死的。这个雨季，释迦牟尼会和我们住在一起，真是无比荣幸啊。他做了经师，就当自己和佛陀平起平坐了。自负的家伙，您也是戒师，看您多谦虚。你看，他净过手，也不把脏水倒掉，换好新水再走。这几天他都是这样。您是戒师，监督大家的行为，今天一定得给他纠正过来。等一下，经师。师兄，要我指出你违反了戒律吗？佛陀讲众生平等，规矩人人都要遵守。怎么了？刚才你进食后进手，应当倒掉脏水，再换上干净的水。我忘记了。你之前的两三天都忘了，你何必小题大做呢？职责所在，这里谁也不是您的仆人。我是经师，教育我之前是不是该检点下自己？好大的口气，您还要教我规矩吗？您要尊重戒师。凭什么尊重？您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，戒师还分不清时间场合？你是在顶撞戒师。他也不尊重经师。净师比戒师渊博多了。哼，他的水平我清楚得很。您这是嫉妒。我嫉妒您什么？我是在指导您礼节的疏漏。这是指点的态度吗？那您让我怎么做？做错误的示范吗？您都做过了，正好说明了您心里就没有平等的概念。您这是无中生有。您觉得人人平等，那为什么把其他比丘当仆人，让人家替您收拾？你就是想找我的茬。我有什么理由？犯了错就必须承担。是啊，我看到了，这不都是佛陀的比丘吗？连这点小事也容不下。我跟您说，起这种纷争，僧团会有大裂痕的。事情还没闹大，别走漏了消息。我先把这件事报给佛陀。我到底犯了什么大错？看来您还没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。您这是公报私仇。明明有错还拒不承认，您这是撒谎。我撒谎吗？没错。
प्रारंभ हो गई निर्वाण प्रथा। सुनो सुनो ये बुद्ध कथा।